嗯嗯 <coughs>，亲爱的阿鼠公主，在这里我正式宣布，本次解救勇者周奇洛之生日特别作战圆满成功，鼓掌庆祝！嗯，你在笑什么？难道我那幅地图画的不好吗？我觉得我的画技已经进步很多了，而且啊，这可是周奇洛独家手绘藏宝图，全世界只此一份，你可要保存好哦。 虽然这次的生日没办法出去玩，只能待在饭店里，不过啊，只要是和你在一起，不论在哪里度过这一天，我都觉得特别的开心。就像那幅地图一样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都像是点亮了新的色彩。嗯，曾经有人跟我说，生日是很重要而又特殊的日子，在那一天。 所有喜欢我的人和我喜欢的人都会在我的身边。小时候的我，只把这句话当作愿望，而现在，我的愿望已经成真了，甚至比这个愿望更幸福。因为现在，不仅是生日的那一天，而是每一天，都有那个喜欢我，我也喜欢的薯片小姐陪在我的身边。啊啊，对了对了。 差点忘了给你任务奖励。<laughs> 这一次不需要地图了，我就待在这里等你，等你把我领走，我们一起回家。